今天介绍的是韭菜炒鸡蛋，我们需要的是韭菜、鸡蛋、蒜头。准备好了，马上开始。首先，把你的韭菜切开，大概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。把你的蛋打进空碗里，加入少许盐，然后搅拌均匀。将你切开的韭菜倒进蛋里，再搅拌均匀。把锅烧开之后，再倒点油，一茶匙蒜头，把它炒出香味。这个时候倒入你搅拌好的韭菜鸡蛋，炒个5分钟左右。加入少许的盐，半汤匙的酱油，再倒点胡椒，再炒个15秒左右就完成了。韭菜炒鸡蛋就这么简单完成了。